之前是谁说了谈异地恋来着？之前是谈了一个异地恋，谁谈异地恋？谁谈异地恋？谁谈异地恋？是你吗？没有，我没有之前，我之前没在这儿说过。我刚来，我之前我上哪儿说去？我跟谁说去？为什么是觉得是你呢？不是你是吗？不是，我小时候，是异地恋。对，十七八的时候吧。哪儿和哪儿呢？异国，他在国留学。异国啊，很难很难。异地恋确实很难，除非特别爱。 我之前对爱情的这个观点就是值，就一字值，就是你觉得它值，你为它付出什么都无所谓。不是，其实咱们的工作性质不都是，如果谈恋爱不都是异地恋吗？不是，所谓的异地恋是长时间不能见的。就比如说我跟我老公也是同行嘛，对，大家也都在忙各自的东西，但是我跟他从交往到现在最长时间没有见，也就是。那是因为你老公现在已经更多的为了家庭去付出。对。